又来了啊，再开一个，开榴莲这玩意儿上瘾，这还是那个姐给挑的，但他这个已经都开口了，我们来拆一下吧，感觉这个也能挺好，看好了这个形啊，再看一眼这形，哎呀呀呀呀，嚯，哎呦呦呦呦，这收大劲儿了，这次这个，妈呀，收太好了，两房了呗这是。哎呀，三房，这算啥呀？这是算榴莲糖。看啊，哎呦啊，这个好啊！你咋那么兴奋呢？哦，扎手，在一块儿，这是几房了？四房吧。对对对，四房，嗯，能不能再有两房？两房啥？一最后一房。嗯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妈，收大劲儿了这个。这但这房肉好大呀，这榴莲比上次的大。妈呀！天哪，拿走了吧？这还有一块。拿走。来吧，看一下这次开出来的肉。哎呦哇，这次这个真是收好了，彻彻底底收好，这老糯了。来一口啊，哇，嗯，吃上瘾了，甜吗？挺好吃。来一口。嗯。哎呦哇。老糯了，嗯，这个是彻底熟好了，再稍微硬一点点就更好了，嗯，太哇塞了，看，哎妈，糯糯的，嗯。